点点回贴，好，往右，好，手微微上提了，微微上提了，哦，到中间维持，过了中间我微微下沉，微微下沉，好，提，我的右手边是不是有墨水？对，好，侧贴，提，没有往上往下拉的问题，嗯哼，哦，没有往外，好，哦，好，再看一次。点回贴，好，往右上，不是右上，稍微偏右偏上，好，稍微提高，中间维持维持，好，笔稍微下沉下来，好，提贴替，所以不要去笔尖，不要再往旁边走，嗯这么漂亮的线条你舍得去往旁边走吗？就算它有点障墨也是会很干净，那你走第二次就不是了哈，好，再看下，点回贴，哦，贴不要很紧，下来的时候轻轻先把笔尖往让它朝上移动，然后你手慢慢提高，好，我现在不讲话了哈，闭气，提贴替，不要去做太多的按压的动作，不用，哦，不用贴好，这边为什么这样，我们刚才按的时候我按的太多了，哦，所以不要按太多，哦，好，现在来写一竖钩，哦，贴，好，往下提，贴贴回原位上，所以为什么这边会都有一个痘痘呢，嗯，应该是不会，好不好，嗯，这样看见了吗，看见了，哦，好，刚才三角点再点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往后中间这是薄点，哦，三角点，好，往它的侧下方，侧下方提高 T， 就这样，嗯，所以它微微的有这样的角度，这样就够了，嗯，OK， 哦，好。